他是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他被西方兵家尊为战略之父。幼年立誓，终身与罗马为敌。坎尼会战堪称古战士典范。然而是什么让他在所向披靡时没能乘胜追击？又是什么让他在人生暮年甘于服毒自杀？百战经典系列节目《名将之声》，汉尼拔，消逝的流星。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大家好，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名将之殇》。殇在词典中解释为未成年而死，或为国战死。回顾人类战争史的漫长画卷，我们常为那些功败垂成、创造无数骄人战绩却以悲剧告终的名将们扼腕叹息。然而在这些名将中，有一位极为特殊的人物，他没有为后人留下只言片语，甚至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在其死后数十年化为灰烬。也许不会再有这样一位将军，他的敌人毁掉了他的一切，却又是他伟大战绩的唯一记录者。敌人虽无比痛恨他，却又尊称他为战略之父。他就是迦太基著名统帅，同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并称为西方四大名将的汉尼拔。公元前237年，汉尼拔9岁那年，他的父亲哈里尔卡又要远征了，准备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西班牙。汉尼拔用略带稚嫩的声音恳请父亲，请允许我与您一起远征。父亲听了非常高兴，便把他拉到了神坛前，命令道：你要对着神明发誓。Put your hands in the blood. I swear. I swear. That for as long as I live. That for as long as I live. I will be an enemy of Rome.I will be an enemy of Rome. I will be an enemy of Rome. 从汉尼拔的这个誓言，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啊，是一个不一般的家族。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卡，他本身就是迦太基的名将，和罗马人打了十几年的仗，而且还有个外号，叫做闪电。可见呢，他的父亲打仗也是把好手。那么不管汉尼拔发不发这个誓言，实际上啊，他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啊，要终身和罗马为敌。因为据说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呢，他的父亲就把他放到了这个神坛上，向上天祈祷，说如果这个孩子真是我的儿子的话，那么就让他承担起打败罗马人的责任吧。也就是说呢，从出生那一天起，战胜罗马人就成为汉尼拔啊生命的全部内容，这是他的宿命。他继承的不仅仅是他父亲的军事天赋，更有对罗马不死不休的仇恨。美丽的地中海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上演了无数宏大精彩的战争活剧，它不仅书写了美丽的希腊神话，也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罗马。然而文明的演进并非命中注定，公元前30世纪，地中海真正的霸权掌握在迦太基人手里。罗马兴起后，处在扩张势头上的罗马奴隶主和商人一心想取而代之，确立自己在地中海的霸权。两支强大的军队终于在公元前264年碰撞出了战争的后果。
在这场史称忤逆战争的百年大战中，汉尼堡，一个几乎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登场。忤逆战争啊，号称百年战争，实际上呢，这场战争是从公元前的264年一直打到公元前146年，总共是打了118年多。那么这118年期间呢，也不是一直在打，总共呢打了3次，啊，第一次忤逆战争呢是打了23年，第二次忤逆战争打了16年，第三次最短，啊，打了3年。那么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战争为什么不叫罗迦战争或者叫迦罗战争呢？那是因为当时呢，罗马人称迦太基人呢为布尼，那么后来的历史啊，因为迦太基被灭了，历史是主要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所以呢，这场战争呢，啊，就称为是布尼战争。那么这个118年的三次布尼战争，实际上是罗马和迦太基为了争夺这个西地中海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而汉尼拔呢，就是在第二次布尼战争中横空出世的一个不世出的名将。公元前221年，年仅26岁的汉尼拔接管了军权。此前，他的父亲哈尼尔卡战死沙场，姐夫哈士杜巴在继任将军5年后也遇刺身亡。当汉尼拔接过主帅权杖时，不仅胸怀着征服罗马的伟大理想，更背负着为亲人复仇的使命。随后踌躇满志的汉尼拔继续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战。顾虑到汉尼拔日益壮大的势力，罗马人与西班牙城市萨贡托结盟，宣布该城为罗马保护地。汉尼拔认定此举违反了双方条约，便出兵攻陷了萨贡托。对此，傲慢的罗马向迦太基发出通牒，要求交出汉尼拔受审。迦太基政府一口回绝，恼羞成怒的罗马使者恶狠狠地说：“那剩下的只有战争。” Within the folds of my toga, war. 至此，第二次布匿战争拉开了序幕。即将到来的和罗马人的战争呢，让汉尼拔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意味着他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而他呢，几乎是从这个童年时期就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他的童年呢，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啊度过的。当然了，他愿意，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啊迦太基人都愿意，因为迦太基是一个重商重农的国家。他的国民呢，不太愿意把生命投入到血腥的战场，所以汉尼拔接管的这个军队呢，它是一支成分非常混杂的雇佣军。相反呢，他的对手罗马军队啊，全部由自由的罗马公民组成，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训练非常严格，而且荣誉感很强。所以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这个军事实力啊，向他非常的悬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罗马人一开始就没有把迦太基人放在眼里，而且呢，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战争限制在这个迦太基的国土上。但是他们恰恰没有想到呢，这个汉尼拔竟然呢反其道而行之，要把战火引向罗马。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汉尼拔选择的进军路线居然是阿尔卑斯山。要翻越这座欧洲最雄伟的山脉，这是史无前例。所以当时啊，
罗马人认为啊，阿尔卑斯山就是他们最天然的屏障，堪尼拔是根本不可能翻越过这座高山。阿尔卑斯山山高路险，终年积雪，道崎岖。但此刻汉尼拔的心中有如火一般滚烫，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征服罗马的脚步，哪怕是那高不可攀的阿尔卑斯山。穿越它，让罗马人接受我汉尼拔的讨伐吧。然而完成这次壮举也让汉尼拔的军队付出了沉重代价。公元前218年四月，汉尼拔踏上了挑战罗马的征程。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雪花，呼向了这支来自南方的陌生队伍。行军途中，许多士兵、马匹和战象稍有不慎，就会从狭窄的山道上坠落深渊。而且还不能停下来休息，因为一旦坐下，很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对于迦太基士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又这般恐怖的雪山。整整33天，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于风雪之中。最终在损失了一半以上的步兵和1/3的骑兵后，汉尼拔率领剩下的20000步兵、6000没有战马的骑兵和最后一头战线到达了意大利平原。翻过了阿尔卑斯山以后呢，汉尼拔来到了波河流域。这里呢是高卢人的部落。高卢人虽然非常恨罗马，但他不敢公开反对。那么汉尼拔就很清楚了，你必须打一仗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能战胜罗马，这样才能赢得高卢的支援。所以呢，在汉尼拔赢得与罗马人的第一场会战以后呢，山南的高卢部落就纷纷的来投奔汉尼拔。这样呢，汉尼拔的远征军呢一下子恢复到了40000多。更重要的是，其中有10000多的骑兵。这样呢，汉尼拔手中就有了非常强大的军团，也就意味着罗马人的厄运从此开始。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先发制人，攻下了罗马人在普利亚平原的补给重地坎尼，截断了其对罗马的粮食供应。而这时罗马的新执政官瓦罗正集结了一支帝国史上最庞大的军队，雄心勃勃地向坎尼开来。这次汉尼拔要面对的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罗马军团，能否取胜，全军上下都没有底。公元前216年8月2日，
在奥凡托河左岸的一片平原上，汉尼拔的军队正面向西，与队列严整的罗马军团相互对峙。面对着两位于自己的对手，在冷兵器时代几乎是不可能战胜，但是汉尼拔有他的办法。汉尼拔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术，一个前所未有的阵型，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星月阵型，或者叫弓形。这个突起面呢，面对着罗马，等到罗马的步兵进攻的时候呢，这个突起面就相当于且战且退，慢慢的变成凹面。凹面以后呢，相当于把这个罗马人的中路步兵呢，啊，给他半包围了。同时呢，汉尼拔的骑兵从翼侧啊，从然后再迂回到这个罗马步兵的后方，完全的把罗马兵团给包围了起来。这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是面对着两倍一级的敌人，汉尼拔以这么少的兵力完成了啊对敌人重兵集团的包围。这场在汉尼拔远征史上规模最大的血战，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最后罗马人全军覆灭，7万多人战死或被俘，只有几千人活着逃出了这片地狱。整个战场异常惨烈，据史书记载，被迦太基人紧紧包围、毫无逃生希望的古罗马军团士兵，竟然就地挖洞寻求逃生，他们的嘴里塞满了黄土，最后甚至窒息而死。面对如此惨烈的场面，汉尼拔这位自亚历山大之后最伟大的将军也被深深震撼了。分析战争起因，透视战争深层，解读战争人物，关注战争影响。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他是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他被西方兵家尊为战略之父，幼年立誓终身与罗马为敌，坎尼会战堪称古战史典范。然而是什么让他在所向披靡时没能乘胜追击？又是什么让他在人生暮年甘于服毒自杀？百战经典系列节目《名将之声》，汉尼拔，消逝的流星。坎尼会战对整个人类战争史的影响极为深远，直到今天，这个战例仍被写入各国军事教科书，被各国军人广泛研究。但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它所带来的只有深深的恐惧，
阿尔卑斯雪山阻止不了汉尼拔，史上最强大的罗马军团也阻止不了他。骄傲的罗马人从此对汉尼拔恨之入骨，却又害怕的不敢睡觉。也许不用等到明天，汉尼拔就会攻入罗马城。汉尼会战后，罗马元气大伤，史无前例的8万精兵转眼间化为了灰烬。一时间，罗马人个个成为了惊弓之鸟，谈汉尼拔而色变。而对汉尼拔来说，父亲的遗愿、儿时的誓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眼前，似乎已经唾手可得。如果乘胜追击，或许等不到天明就会攻下罗马，接下来的行动就将决定战争结果，甚至是历史的走向。然而此时的汉尼拔却做出了一个谁也无法接受的决定，放弃了进攻罗马。关于这个问题呢，因为汉尼拔本人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述，所以呢，这也就变成了一个历史之谜。但是后人一直有疑问，觉得如果汉尼拔一鼓作气啊把罗马城给攻下来，那么历史的轨迹不是要重写了吗？实际上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也有人呢为汉尼拔做了总结啊，找了很多原因，比如说兵力不足。事实上呢确实也是如此，自从汉尼拔踏上这个远征的征途以来，他只能靠这个说服被征服的部落啊来加入他的大军，来补充他的兵源。到了战争后期啊，他甚至征召了很多意大利人来加入他的部队。那么他的祖国啊迦太基为什么不派出这个部队来支援他作战呢？哎，这就是迦太基本身的原因。迦太基国内呢在对待罗马的态度上存在两种意见，而且呢有相当一部分贵族他害怕这个汉尼拔呀权高位重以后啊胜利以后呢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所以呢拒不提供支援兵力。当然了，兵力不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呢也有人总结说啊，汉尼拔其实有更大的野心，因为呢他想召集更多的人跟他一起来征服整个罗马。所以卡尼会战结束以后啊，汉尼拔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鼓动罗马的传统盟友和周边国家呢一起来起兵啊对抗罗马。问题是历史啊再也没有给汉尼拔第二次机会，一直到汉尼拔返回迦太基本土，他都没有能力再一次对罗马城构成威胁。兵力不足始终是困扰汉尼拔的重要问题。战争的天平开始慢慢的倾向罗马，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罗马人开始向这位来自地中海对岸的敌人学习。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慢慢明白了如何才能打败汉尼拔，而他们的代表就是汉尼拔的命中宿敌西庇阿。公元前206年，西庇阿当选为执政官，这个时候啊他只有31岁。非常巧的是，汉尼拔也是在31岁的时候取得了坎尼会战的辉煌。西庇阿一当选以后呢，就开始鼓吹啊一定要进军非洲攻击迦太基的本土。But there is more glory to be had. The conquest of Spain alone will not win us this war. To rid our country of the Carthaginian invader, we must take the fight to Africa, to Carthage itself.Strike Carthage, and they will call Hannibal back to protect his homeland. And on African soil, I will defeat him.
与此同时，汉尼拔却在走下坡路。在亚平宁半岛转战多年的汉尼拔，由于后援不济，境况越发窘迫。公元前207年，他的亲弟弟哈士多鲁巴带领50000多名援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准备支援哥哥时，不幸战死，援军全军覆没。这让汉尼拔痛苦地意识到，他离征服罗马的理想已经越来越远。公元前203年，西比亚的军队在北非站稳了脚跟，严重威胁到迦太基本土安全。在这紧急关头，迦太基元老院火速命令汉尼拔立刻挥师保卫本土，不得延误。接到撤军的命令后，这位从小立志要扫平罗马的将军不由得仰天长啸，涕泪纵横，旧仇未报又添新恨。而这一纸命令意味着他这一生再也不会以征服者的身份踏进罗马城门，家族里数代人要征服罗马的梦想至此破灭。当汉尼拔回到阔别30多年的祖国，等待他的不是鲜花美景，而是来自西比亚的战书。在公元前202年，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汉尼拔呢带着他的部队来到了扎马，准备迎战西比亚。这两方呢，一个是饱经沧桑的老将，另一个呢是风华正茂的新秀，他们之间的碰撞将决定迦太基的未来。据说呢，在交战之前，在汉尼拔的建议下呢，汉尼拔和西比亚还进行了一次啊非常秘密的会见。而且还据说这两人一见面呢就惺惺相惜，互生敬慕之情。汉尼拔就对西比亚说啊，说稳在手中的和平总比前途未卜的胜利更理想而且更保险，因为和平是可以由你自己来主宰的，而胜利归谁，这要依赖上天。他的意思说啊，就不打了。而西比亚的回应呢很决绝，他说啊，当年命运的大门向您敞开的时候，如果您攻占了罗马，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站在这里。可是呢，当年你没有结束这一切，那么今天就让我来结束吧。我想就在这一刻啊，汉尼拔应该从西比亚的语气和眼神中看到了当年。只不过呢，这个时候汉尼拔已经是英雄迟暮，就连他现在统领的这支部队也远远不能和当年的远征军相比，所以他希望呢啊能通过和平的方式给迦太基人带来一份长久的和平。但是呢，因为西比亚的拒绝，他必须迎战啊，迎接一场恶战。一场恶战由此展开。
汉尼拔早已预料到这场大战的结局，然而看着那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经验丰富的老兵一个个倒在血泊中，他还是感到了被命运无情撞击的毫无气力。为了征服迦太基，西比亚做了充分准备，特别是成功取得了东努米底亚王子马西尼萨的支持。努米底亚对迦太基来说至关重要，该地区提供了迦太基的绝大部分雇佣兵。在坎尼会战中，努米底亚骑兵给罗马人留下了可怕的回忆。现在西比亚也开始拥有强大的努米底亚骑兵了，而这一点恰恰成为汉尼拔兵败扎马的关键。扎马之战呢，是西比亚和汉尼拔之间唯一的一次交手，所以呢，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两位扎马会战的这个两军主帅呢做过比较，到底他们两个谁强谁弱。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虽然很多古代的著作家在感情上都偏向于罗马，但是除了一个人之外，绝大多数的这个历史学家都认为啊，汉尼拔要高于西比亚。尽管这一仗汉尼拔输了，但是呢，不是输在了自己的指挥艺术上，而是输在了他的军队的实力上。而且呢，没有人否认教会西比亚如何打仗的恰恰就是汉尼拔。分析战争起因，透视战争深层，解读战争人物，关注战争影响。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他是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他被西方兵家尊为战略之父。幼年立誓，终身与罗马为敌。坎尼会战堪称古战史典范。然而是什么让他在所向披靡时没能乘胜追击？又是什么让他在人生暮年甘于服毒自杀？百战经典系列节目《名将之声》，汉尼拔，消逝的流星。战后，迦太基被迫接受了条件苛刻的合约。条约规定，迦太基割让所有海外领地，解散所有的军队，不经罗马同意，不得进行一切对外战争，并向罗马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从此，迦太基丧失了他的海上霸主地位，而罗马成为了新的霸主。合约签订后，西比亚下令把整个迦太基舰队集中在迦太基城前方的海湾烧毁，整个迦太基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那么汉尼拔的悲哀呢，还不止于此。这一仗结束以后呢，汉尼拔在公元前196年呢当选为苏菲特，也就是迦太基政府两位最高行政长官之一。这应该说呢，给汉尼拔啊提供了另一片天地。汉尼拔呢也做得非常好，励精图治啊，根除贪污腐败，受到了人民的爱戴。问题是，他这一来就和迦太基的贵族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呢结了仇了。这些贵族呢非常的阴险，就派人到罗马去散布谣言，说这个汉尼拔呀还在策划对罗马发动全面的战争。
很有意思的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汉尼拔的对手西比尔站出来为汉尼拔辩护，说汉尼拔不会这么说的。但是罗马人还是不放弃。在公元前195年，啊，派出了使团到迦太基，要求迦太基交出汉尼拔。那么无奈之下呢，汉尼拔只好连夜秘密出逃。而汉尼拔呢，他自己也想不到，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可以说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了，罗马人还是没有放过他。他一路辗转来到叙利亚，来到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罗马人呢也就一路的追到了比提尼亚。公元前183年的一天，汉尼拔突然发现自己居住的房子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汉尼拔明白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从叱咤风云战无不胜的将军，到四处流亡饱尝苦难的老人。汉尼拔这一生经历的太多，他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作为一个与罗马人打了一辈子仗的老战士，他绝不会让自己最终落在宿敌手里。就在敌人破门而入前，这位老军人服下了一直随身携带的毒药，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临死时说道，既然罗马人连等待一位老者咽气也觉得度日如年，那么就让我来帮助他们除去这块多年的心病吧。当汉尼拔吞下毒药结束自己传奇的一生时，他的眼前闪过了什么？是近在咫尺的罗马城墙，还是血肉模糊的兄弟与战友，或者依旧是那看不到尽头的阿尔卑斯山？但是他辉煌人生的起点却也预示了他的人生将是一段漫长艰苦的旅程。罗马人毁掉了汉尼拔所有的遗物，却世世代代保留了对汉尼拔的回忆，因为历史上只有这一个人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好，感谢您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名将之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他是能征善战的盖世名将，凯撒大帝也难淹没他的光辉。他是风流倜傥的情场高手，埃及艳后也曾与他坠入爱河。然而是什么让他成为古罗马的中流砥柱？又是什么让他意志消沉，战死他乡？百战经典系列节目《名将之殇》，安东尼，不忘江山，爱美人。